开始第两mini到现在应该有17年了。我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一次过拥有10部。比较兴趣，能的话，每一个 model 我都要去收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玩的就是收集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那个 mini。到后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慢慢研究它有多少个，其实有多少种它的那个 spec。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找，过后才看到哦，原来有 traveler。刚好遇到我的朋友，就是其实他购下来了，就是很严重的腐烂，就是说只剩下屋顶完好而已，就是构造那些都已经烂得很严重了。那我就说，那你干脆就交给我吧，坚持还是要把它做好了。那个心情的确很兴奋啊，就是说也觉得很 proud， 只是说从一个废铁能够把我就是把精神放在他身上，能够把它组装成一辆就是说见得然后也开得的车，就觉得很开心。